梦幻科技助眠，深度梦境秘密武器。当你早上被闹钟叫醒，有时会感觉像是从一场冒险回来，心情郁闷，身体疲惫。是的，睡眠的质量影响了你的整个世界，从你的情绪、记忆到你身体的复原速度。而最近一项研究指出，民众在深层睡眠和 REM Rapid Eye Movement 快速动眼期两阶段的睡眠时间普遍短缺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而科技又如何援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睡眠旅程？一起来揭开睡眠的神秘面纱吧。深层睡眠是我们的身体进行夜间维修时间，期间细胞修复、能量恢复和免疫系统得到强化。试想一下，你的身体是一辆豪华跑车，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细心的保养和修护，但如果跑车太久没有得到彻底维护，它就无法以最高效能运行。就这样，缺乏深层睡眠会让你在白天感到疲惫不堪，注意力无法集中。快速动眼期助大脑自我整合，而 REM 睡眠则是心灵的游乐场，是大脑以创意和情感丰富的梦境进行自我疗愈和整合的时间。当你进入 REM 阶段时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飞翔，或是与古代智者对话，甚至是演奏一首还未创作的乐章。没有足够的 REM 睡眠，我们的心灵就会失去了这片理想中的游乐场，这可能会导致情绪低落和记忆固化的困难。现在科技正来到我们的援助，许多健康科技产品已经上市，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改善他们的睡眠模式，比如 Garmin 的 Venu 3GPS 智慧腕表。这不仅仅是一款时尚的配饰，它充当你的私人睡眠教练，提供关于你每晚睡眠阶段的洞察和建议，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夜间冒险。 Venu 3还是一位全能的运动教练，提供超过30种运动模式，有助于增强你的身体活力，从而提高睡眠质量。它甚至配备了冥想指南，帮助你在繁忙的一天中找到平静的时刻，让你更容易进入那深沉而恢复的深层睡眠。而研究更显示，台湾男性在这两阶段的睡眠时间甚至低于亚洲平均水平，这种普遍的睡眠负债让人不得不思考如何优化我们的夜间旅程。毕竟一个好的睡眠不只是时间的问题，更是质量的问题。因此当你下次感到疲劳时，不要急于向你的床榻投降，而是试着寻找科技的帮助来优化你的睡眠旅程。因为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多睡一会，而是让科技帮助我们睡得更聪明。所以让我们一起走向更健康更有趣的睡眠新时代吧。健康生活编辑部，谢谢收看。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，请订阅、点赞及转传。